来，500个上来，500块了，500，过来问下500鱼无？一只200块，一只200，三只500你卖哦？三只500块嘞，等于变成嘛，变成从骨头买只蛋条卖好嘞，好卖点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头干做三个月头就了。两个男的吃嘞啊。好，买一尾200块，过来我买一尾无200块，一只200块，一只买一只200。买三只500块，才200还是500？500，500块嘞。你要500哈。今天吴国宇大概有20几箱。过来卖不？500。那今天吴国宇大概20几箱。今天吴国宇20几箱。一箱如果10斤的话，哎，100多公斤的吴国宇。牛肉卖完了，牛肉卖完了。这三个月了，你把希望拆了就是人，没有三个月哦。这三个月了，这三个月，来看有啦哦。这地震我保证卖600啦，这地卖百二啊，卖100块啦，赚买500块三地过来啦。